皮球，球飞飞飞飞，出去了。哇，全垒打，外野的大墙了，真的够大，够大，够大。今天天气好到我们连球都看不到了，结果出去了。是一只两分打脸的全垒打，方言火拍拍手，再送了一个小苹果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这个全垒打在不吭不响过程中就突然发生了。